而家咧，向大家咧介紹啊，洪拳嘅藏打拳。洪拳呢個藏打拳咧，喺洪拳呢個系列裏邊嚟講咧，係一套比較古老嘅拳啊。我估計嚟講咧，可能喺鐵橋三以前嗰個年代就傳落嚟啦。而且嚟講，呢套拳一直以嚟咧喺洪拳裏邊咧，係亦都比較秘傳嘅。呢套拳嘅特點嚟講咧，就係咧簡單、易學、實用。 每一個招式都係咧一招兩式或者一招三式，好少係單招一式咁嘅。咁而且咧佢嘅段落好分明，分明每一個段落佢講俾你聽，呢個一段係要練乜嘢，佢嘅提示係呢個係好明確嘅啊。咁所以嚟講咧，呢套拳嚟嘅嚟咧係比較完美，同套路嘅編排裏邊嚟講，亦都係好完美呢套拳。係呢個喺傳統嘅 拳术里边嚟讲咧，系不可多得嘅，而家开始套路演练。 而家讲解呢个藏打拳嘅分解啊，咁咧就呢个分解嚟讲咧，有呢个藏打拳总共嚟讲咧，有九段，其中第一段咧，佢又唔系叫做段，叫做开桩啊，咁而家开始。 呢个系开拳见礼，开拳见礼。首先，步自然站立，同肩咁宽，自然两含胸拔背，两手自然下垂，叉抱。这个呢，我哋呢个呢传统嘅套路，首先讲个拳礼系气定神闲嘅。 就唔学而家啊，唔使学而家嗰啲一开头嚟讲就好似同人打交咁啦啊！呢个系冇礼貌嘅，所以嚟讲咧系比较柔嚟得啊。叉抱掌、盖步、分掌、合掌、上虚步、见礼。 挽抱、双挂拳、退步、还原。咁呢个呢，
叉抱盖步，呢一脚系打横，呢一脚打横行上嚟。分掌呢个系同时嘅，就唔好嚟讲。由于分解嘅原因，我头先嚟讲先用先喐脚后喐手，系应该咁样啊，就唔好嚟讲咧，喐咗脚再分手啊，系同时。同时好，右手握拳，左手的掌是大家相碰，出虚步，由左脚踏上来，健礼亦是同时一齐健礼，左手握翻拳，双手收埋嚟，退步双挂锤，再退埋右脚抱拳立正，下式开马。这个开马来讲呢，是先立正之后，先是提一提脚向左边，向右边右脚，再来左脚掂过来向左边开马，双弓伏虎，即是双切掌，只手，好，这个来讲呢，两只手是向下铲出去，这样啊，侧身睇睇个运动路线，向下铲，唔好打成而家有啲啊嗰种啊嗰种风格，有一啲啊系咁样，呢、这个系唔啱嘅，咁样讲，佢只能够讲明佢发唔到呢下力啊，佢只有绷住手咁样，就以为系讲系呢个啊双弓伏虎。亦都系先啊！呢个嚟讲系铲出去，铲出去。好，铲出去之后，合掌分桥啊！一铲出去之后，两只手合成一个拜佛分桥啊，侧边。合掌分桥，三展手，一二三，这个三展手是用手腕，两个手腕向下压，一路压一路拖，吸气啊，呼气推，重复三次。这个来讲啊，肌肉手肌肉要全部绷紧啊，同自己斗力咁，好似側邊分橋，一二三，兩眼望前方啊，這個啊還有一個啊要提醒的，兩眼望前方，不要打成而家望著右手那一種，嗰種咧點解唔可以嚟講望隻右手呢？佢依個動作係要你平衡咁嚟訓練啊，所以你就望前方，正中兩隻手係同時出同等嘅力。假如你係望右手，你嘅意識一嚟咗右邊嘅時候，即你嘅力好可能就喺右手，左手形成咗擺設啊，就起唔到咧兩隻手同時訓練嗰個作用。千祈就唔好咁樣，擔爭。沉橋標子啊，
呢個係法勁力嘅。啊！側邊三剪手之後，擔掙，啊！一擔起，哎！發力嘅呢個係，依個一擔一坐落嚟，兩隻手出力喺個碗，一戳落嚟，一擔起，戳落嚟就飆出去。呢個飆，啪！力量集中喺手指度，啊！唔可以係講咁一舉舉出去，呢啲係嚟講係送第二隻手指出去，唔係飆出去，而係要啊呢、這個力，要有呢個力，尋條標子，樹碗啊樹掌，再嚟尋條拖翻嚟，雙劍切條切。好似刀切菜咁樣，啊，用呢個橋切落去，切落去，呢、這個切橋，玩手玩拳，隔翻嚟，嗱、啊，反掌，提一提氣，有一個爆橋嘅動作，有一個一切，咁樣一扣手提氣，一交叉，啊！成一個爆橋手，下一招雙手叉抱握拳嘅，呢、這個叉抱係咁樣，係一個剪橋手啊。只不過嚟講，佢握拳啊。如果喺橋功裏面嘅剪橋係用掌，佢呢個係用拳啊，一個叉抱啊，係啊。咁样上隻手打斜，呢度呢个臂弯形成一个拱形啊，向外嗰、那个逼开嘅力，逼住嘅力啊，唔好放松咁样啊，或者系冇力，系冇呢个逼拱啊，呢、这个系要有逼力。下一式。左撇右插，左手撇掌落嚟，右手插掌，去睇啊！左撇啪啊，用力嘅啊，再撇嘅时候，右手同左手一个。对拉嘅力，唔好净系用嘅左手力，系冇几多力嘅，净系用左手咁样啊，咁样就系冇几多力嘅啊，就系、是、要对拉。插嘅时候对合，上格中劈。呢、这个插掌上格，右手反手臂格上嚟，左手向下撑，形成一个亦系对撑嘅力啊！唔好嚟讲啊，净系只手咁样格啊，对撑嘅力啊，呢、这个开劈合。夹劈一夹住撑住嘅时候啊，右手一反手腕向中间劈落嚟啊，左手起承托嘅作用，系为咗防止中劈嘅时候好容易嚟讲一劈落嘅时候失势啊，所以嚟讲你左手一起承托作用。瓜锤下撇，隻手啊，左手收上嚟，右手向内收，咁样向内收，左手起一个伏，向下伏
嘅作用，起一个瓜锤，咁打出去。瓜锤个瓜锤向先向内收，再向外，用拳面呢、這个拳面向对手嘅面门咁样砸落去。啊，呢、這个瓜锤，瓜锤下咧再一收翻嚟，起一个撇锤。呢个系一个漏打嘅方式，啊，即系嚟讲，啊，呢个一收翻嚟，向下漏打，瓜锤一收，左手喺度伏揿落嚟，右手挂，再右手收翻向入边个自己嘅胸部嘅地方，向内收，再一侧身。撇撇下式连环虎爪，转马步，而家系转系弓步，转翻马步，右手向上个弧位咁样画一个弧，左手同时收翻喺右手嘅关节嘅内侧，一。正正中中的虎爪咁样啊，一第二个是探爪向上攞向上，第一呢、这个是扣爪，第二扣爪，第二个是探爪，直的探爪是啊，再来第三个是扣爪，扣爪。探爪、扣爪，下一式聚爪扫炮，右手的爪向下一执住，向下聚聚聚，左手扫锤，右手抛锤，形成一个咁一招三式。啊，再来，走，嗱，聚、扫、抛，侧边，聚向下，聚、扫、抛，咁呢、这个扫，呢、这个抛锤就形成嚟讲咧，个扫锤就喺嗰、那个左手嘅扫锤喺右手嗰、那个呢、这个。臂嗰个位置上边啊，形成一个打得快嘅啊，再来一次啊，聚扫抛，下一式连环推掌，转身车马，转弓步推啊，再车马。转弓步推，呢两个动作简单啲，就系嚟讲呢个车马啊，一定嚟讲车马嘅时候，两只脚掌踩实个地，两个脚踭稍微离地的咁多，一车嘅时候嗱，呢、这个脚踭一嚟微微啊，形成一个指引马，身向前边，腰向呢个方向。假设而家我系向南边，啊腰就系向南边，啊呢、这个胸前就向东边，车马左手啊向西边，腰同掌向南边，再车马推掌，抬踭啊担踭系呢个，抬踭两只手手指。相对的在这个位置抬踭啊，标子标出来，相对抬踭啊，再转马步，标标出来，这个啊是要发劲的啊，这两个可以发劲，可以不发劲，可以啊啊这样，亦可以啪啪两掌
啊，但系呢个咧就一定要发劲，一盒，哼，双标子，双标子，握拳，玩抱，吓、啊、向内收，跳起嘅同时双挂锤，抱拳立正，两个爪贴住个肋骨，啊，呢度系平嘅，啊，唔好咁样怼低，啊，垂低，亦唔好咁样啊玩起，啊，立正一跳立正系平嘅，第一段而家开始，第一段嘅第一式劈桥标撞，开马步劈桥标撞，这个劈桥那个力点是在这一整支桥的中间的力点，啊，劈下去劈，由于它是短桥手，啊，所以来讲动作幅度不能够很大，不可以来讲举起只手这样劈，这样来讲就是长桥手了，而且是很慢的，这样的动作来讲，啊，它这个来讲劈就一开步就在这里劈标撞，标撞来讲这个拳来讲是有两个力点，第一个力点是在这个桥的外侧，啊，第二个力点是在拳面，它一劈落之后这么打上去，这个来讲是向对方攻击，这个点是将对手的手，如果对手是有再有手来的话是将它逼开，逼开咁嚟打上去。咁如果嚟讲对方系冇手，当然你可以就咁打上去。好，侧边睇，踢，撞，再嚟一次，踢，标撞。第二式，提腿下撇。提起嚟，啊，独立拳喺呢个位置，撇侧边，提腿下撇，这个力点是在桥的外侧。很多人点解打拳，显佢自己系出咗好大嘅力，外人嚟讲，点解嚟讲觉得佢冇力？问题来讲，他就没有将力集中在力点，而是来讲呢注重在那个形式，啊，我主要来讲 是做这样的动作就是了，啊，但是来讲不可以这样，上步右劈桥标撞，一个这个一撇下撇之后，啊，落步先落步，啊，再上步，右的劈撞，咁呢个系重复咗头先嘅第一式系左势，而家呢个第三式系右势，啊，劈落步上步劈撞侧边。落步上步劈撞，落步上步劈撞，虚步撑膀，上虚步，这只左手和左脚，啊，同时左手撑脱，左脚上前踏虚步，手到脚到，手脚同时到，啊，拳里面有讲手到脚到方为真，撑，啊，这个撑膀，撑膀就是呢有呢
呢、這個橋點係有向上抬，呢、這個係有向前撐，係兩個力點同時存在啊！但係如果你唔係用於正即係純攻擊嘅，你當然係就係、是、喺撐掌。但係咧喺防中之中再嚟撐入咧，屬於一個連消帶打嘅方式咧，就係、是、有兩個力點撐啊，對拉要側邊上步撐，要對拉。下一式連環衝拳，左手成爪向外扭，扭的同時左腳向前踏步鏟馬衝右拳。我剛才分解了來講，現在來講同時一起做，請大家留意扭手踏步衝拳，再衝踏步，正面定八擺裝，後拖半步，形成一個定八馬擺裝，兩隻手嗱側面睇係咁樣。所謂擺裝就係一個預備式，或者喺進攻之中受到阻滯嘅時候，退一退，睇下對方點樣嚟，睇定先。上步劈锤标撞，好撇左脚，左手成虎爪立手，上步劈锤，一劈落嚟，一锤劈落嚟，再标撞，做一睇睇似连续嘅侧面。正面，咁呢个劈锤，扭手上步咁样劈出去，劈落嚟，再飙撞。呢、這个劈锤唔好打成长桥手嘅，喺头壳顶落。如果喺头壳顶落，虽然系力猛，但系好慢，影大。所以嚟讲，扭手嘅一摆装嘅时候，一立就劈，就喺度咁劈落去。而家开始讲第二段嘅开始，而家我位置向南，第二段系向东打，右冚左撑，右边咁样斩过嚟，切步斩左撑，好。下一个动作。弓步冲拳，左手扭冲，再做一次，是铲马要踏左脚上去，圈桥叠掌，圈桥是右手打个圈，咁样打个圈。左手攞返嚟圈桥，再踏步弓步出去蝴蝶掌，呢、這个动作係要连贯啊，唔可以嚟讲啊，可以打成嚟讲竞赛套路嘅嗰种，呢、這个係表演嘅呢啲係啊，因为点解呢，你咁样嘅时候，第一个圈桥已经系起唔到圈桥啦，用脱离咗人对方嘅手啦。第二个踏步出去，啊，人都走咗啦，唔可能嚟讲再使用出去。所以呢个圈桥叠掌系要
连贯动作要扣桥拍踭，上右脚成虚步，两手向外扣，动作要同时扣桥踏步成马步拍踭，上虚步扣桥踏马步拍踭，拍踭是用这个位置，这个踭的这个位置这样拍上去啊，右腕打在左掌上面扣桥啊，八步拍踭啊，动作要连贯，一招两式，扣桥一二，弓步挂锤，由马步车转成弓步挂锤打出去啊，再睇啲挂啊，相反方向第一次拍扎挂车马扎，由左脚外展成弓步，右脚原封不动挂车马挂锤啊，挂锤切步啊，左撇下插，切步切右脚向后边切成一个斜步，亦唔系一个直咁切啊，亦唔系横切，系一个斜嘅切步，斜嘅切步啊，成一个丁八步，左撇撇掌对拉，双手对拉，下插一合，两个放一合嘅就成弓步，下插切步撇掌啊，成丁八步，再谷出弓步插掌。如果手指未练过嘅啊，可以用底掌，用呢个掌嘅位置啊，切底掌，用呢度打落去，可以咁样啊。但系嚟讲咧，如果练过手指系崩眼，亦系可以用插掌，撇插弓步抽撞，右脚摆翻正南边嘅方向啊，南边啊，右手转弓步抽撞，抽撞锤系喺个系呢个喺呢个位置，一撇嘅时候一拧条腰抽上去啊，唔系只手递上去，只手递上去系冇力嘅，抽啊，再咗一次插抽，摆右脚抽啊，抽条腰一拧，咁样抽上去，抽撞。第二段啊，介绍到呢度，咁我将第一二段打一次啊，连续咁嘅打一次啊，睇啊，作为一个总结。撞打拳，佢每一段所需要训练系好明显嘅，系讲明呢一段系训练你乜嘢？呢一段第一段系训练你第一个系劈桥飙撞啊，右边亦系劈桥飙撞，系训练你好。仲有劈桥飙撞之后，
撐掌、撐膀、衝拳、連環衝拳啊！再嚟獵手劈捶，佢主要係訓練你依個幾個動作嗱、啊，劈劈橋標、撐膀衝啊、獵手劈啊，呢、這個第一段，佢訓練嘅目的係呢幾個動作，係練劈捶、衝拳、呢、這個標撞。拳法是练呢个，第二段撑掌冲拳啊，第一段啦。好啦，呢段是要练你个叠掌同埋拍掌啊、瓜腿啊、抽撞，是主要是练呢个几个手法啊。一个嗱、啊，一个叠掌打出去，拍掌啊、瓜腿抽撞啊，佢个训练嘅目的。就是为了这几个，他目的是很明显的。第三段转身的左撼右撑，转身转身，然后先转动左脚先转，再转动右脚扣过来啊，右手左撼向一个八十度反拳啊，原本抽撞拳是咁样，而家拳心向上反围，一转嘅时候拳心向上，左撼右撑啊，呢、這个动作啊已经系每几乎每一个过渡都系每一个段落过渡都系用呢个动作嚟过渡嘅，而家唔多讲啦。下式扭手弓步冲拳，连环冲拳，再嚟再冲啊！呢个系第一段嘅动作。退步啊，定八摆桩啊，定八摆桩啊，再嚟猎手啊，上步劈锤标撞。呢、这个虽然而家系打嘅第三段，实际佢系重复第一段。而家正面做一次，转身扣脚撇脚，右撼左撑，猎手冲拳系铲步，连环冲拳铲步，射兵八步摆桩。再嚟猎手上步劈锤标撞，第四段重第四段是重复第二段啊，切步切右脚，右撼左撑，猎手冲拳啊，圈桥叠掌，上步扣桥拍掌，弓步挂锤，切步左撇下插，再摆翻正弓步抽撞，回转身撑，第五段转身右撼左撑啊，立手弓步冲拳，呢啲啊重复动作啊，唔多讲啦啊。好，下一式挽抱蹬脚啊，呢、這个注意啊，呢、這个动作咧难度稍微大咗啲。挽抱首先左脚要撇脚啊，呢、這个系扭马。啊！撇脚扭马，
玩抱，右手一撇脚扭马抽抽上嚟，系抱脚动作，系对方嘅脚踢过嚟嘅时候一抱抱住，呢只手系保护嘅动作，唔可以两只手咁抱。两只手如果咁样抱嘅话咧，就系抱人哋只脚嚟打自己。所以嚟讲咧，左手同右手成一个铰剪势，左手系对方只脚系压住对方只脚，唔俾佢向自己呢个位置攻击啊，继续攻击啊。因为咧特别嚟讲系横踢腿嘅时候系有惯性嘅啊。如果你系两只手咁抱咧，就直情系抱人只脚嚟打自己。咁所以嚟讲咧，呢只手就要压住佢啊，呢只手抱成一个铰剪势，呢个系扭马，扭马啊动作转腰同埋撇脚，呢个要做得好顺扭啊，跟住啊上起身蹬右脚一个直撑，好蹬。撇脚扭马抱腿玩抱，正脚蹬，这个是蹬腿，用脚后掌是一个扔出去，扭马玩抱蹬脚落步，好，这个跳跃动作，落步的时候右脚落了，左脚盖步上，再来讲落弓步。好，嗱，而家我先讲个步伐啊，而家我未跳起，然后手一个手来讲是双弓伏虎，一个双切掌。撇脚扭马抱腿蹬脚落步，弱胎步再踏弓步，双切掌，扭马抱，双切掌，瓜锤千指上啊，收右脚啊，成虚步啊，伏手瓜锤，左手伏右手挂，左手一伏上嚟，喺度一伏挂啊，好，再踏弓步，唔系再踏马步，扭打千指掌啊，呢个动作系一个扭打动作，一挂锤嘅时候啊，对方一托住你嘅时候就扭打喺下边，系定出挂千指。第六段，而家完成咗第五段啊，转身右撼左撑，铲马冲拳，一二连环冲拳，射步定八摆桩，呢啲都系重复动作。再嚟猎手劈锤，又系重复动作。退步大彩手，一劈退步，两手彩，将军勒马，好似一抽戳住只马咁样，勒住只马唔俾佢行啊！将军勒马，一撇嘅时候撤步退翻埋嚟，一拧腰一揈腰，彩退撤步咁样，彩成个戳落嚟。一挫，再嚟弓步推掌，双推掌。由于第六段系背向镜头，所以而家我调翻转个人，正面俾你哋睇啊，正面向镜头。第五段嘅最后一招千指掌，转身右撼左撑，猎手弓步冲拳，再嚟连环左冲拳，射步。
兵法摆装，猎手劈锤，好啊，呢啲系重复动作，好，呢个系新动作啦，再嚟切步，大彩手彩推，猎手劈创推，双聚爪撞膝，撇左脚，两只手咁样聚落嚟，成爪聚落嚟，执住对方膊头啊嘅位置，一再嚟聚爪撞膝，聚爪撞膝啊，咁样。聚爪顶膝啊，再嚟放掌蹬脚，落步飙撞，第六段唔知各位有冇睇清楚，因为系背向镜头，所以嚟讲呢，我第七段啊，再打一次，清楚啲打一次，就是第六段嘅重複嚟嘅。第七段撐，獵手衝拳，連環衝拳，切步擺裝，獵手劈除，切步大彩手雙推掌，再嚟講聚爪提膝蹬腳頂頂膝。放掌蹬脚，落步飙撞，好，我再打一次连贯的，第八段好，我在这里解说，转身横冚左撑，上步插掌撇推，挂除，连环虎爪，扭哨抛，左右推掌，担争标子，虚步挂除，撇掌，千指掌。这个来讲呢，是重复了开庄的这一段的技术动作，不过无非就是配合了步伐啊，所以这个我亦都不详解释，我再做一次，撑掌上步插掌扣桥，伏手截桥，虚步上格中劈挂除撇除，连环虎爪，一二三，聚爪哨抛，连环推掌，一二，担争标子，虚步挂除，千指，转身撑掌，弓步冲拳，圈手抵掌，收拳见礼，挽抱退步，抱拳收息，撑冲拳圈手，这个就不是叠掌，这个是上步的底掌啊，这个上步的底掌，再来讲合掌虚步见礼，抱拳立正还原。
我而家将第八段再完整咁打一次。